间刚好，杜轩，跟我去浪帅府。看来啊，又是一场恶仗。这里是不良井，祸乱朝纲，一律当斩。是真正的鱼龙混杂之地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前不良帅必亡，死因蹊跷。看来这每个人都有点不为人知的秘密啊。那你想不想查明这一切的真相？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了，我好像知道怎么打开它。联防办案，来，把他给我拿下。起，这不一定是我的突破口，跟火有关。也许我们应该换个思路想。